阳台长的风采，今天要大家正式的见识到了，对不对？而且今天除了要见识到我们杨丽花国宝歌仔戏天王的这个真面目之外呢，我们今天现场贵宾来的那么多，我们要一一的来把它介绍。真的，因为这个案子哦，真的是隔了五年，终于是大功告成，而且过程斥资上亿元新台币，有非常多的政府的部门，还有民间的企业，还有贵宾跟长官，在过程当中都给予大量的协助，非常感谢。今天到现场来共襄盛举，让我花一点时间来替各位郑重介绍一下，也请长官贵宾听到大家的话站起来，不挥手跟大家打声招呼。先来是，以及台北市的大家长柯文哲柯市长，欢迎柯市长，以及是文化部影视局的徐怡君局长。除了我们本人啊，杨丽花亲自参与演出之外呢，他个人呢还参与了这次忠孝协议的总制作以及总导演的这一个工作。那我们知道啊，杨丽花小姐呢，在一生的使命呢，就是在传承歌仔戏的文化。为了传承这个文化呢，她精心打造，重出江湖，打造了这一次的电视的歌仔戏。忠孝协议，那么也刚好呢，透过这次文化部啊，此次的这个旗舰案，以及我们啊电视传播的这个力道呢，希望将忠孝协议这个精神呢，在我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呢，当作首要的重要的道德标杆。所以觉得五千年的这个历史文化浓缩在这个剧集当中，而且杨团长亲力亲为，在过程当中也受到文化部的大力支持，要感谢的是赵薇堂。感谢感谢啊，大家好，我是行政院长苏金昌，真感谢，咱会使讲看到现场这么侪贵宾啊，我本人嘛是为细汉看杨丽花歌仔戏大汉的，这样讲可以吗？不晓得是他看我长大，还是我看他长大。我是从有头发看到他没有头发了我是这样的长大但是我们知道歌仔戏是我们台湾传承百年的悠久的文化所以说这次杨丽花要复出，我们行政院一定大力的支持，希望这次的歌仔戏忠孝协议也在请欢迎赶快说金秋改谢谢所有的贵宾大家好，我是郭台铭柯市长你好自从我们上次新竹见面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但是我为什么会神隐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杨丞琳。杨丞琳，杨丞琳刚结婚，这大家知道，是出现了杨丞配哦，杨丞配，杨丽花配陈雅兰哦，因为他们一配出来就是叫做忠孝协议，忠孝协议的精神是我所感佩的，所以说我这次退出而且我在这里重要的宣布，希望呢，不管是忠孝协议，不管下次是拍《礼义廉耻》。或者是四维八德，我通通全力无条件的赞助，谢谢大家。好，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大家，都帮我们作证了。